快跟上！快跟上！快跟上！是啊，前面就是汤川。嗯。老乡，有人吗？老乡，有人吗？ 老乡，开门啊！我们是新四军。老乡，是啊，咱就住这儿，我瞧过了，里边没人。 周副主席和陈老总让我把火车头给您送回来。好，好。还有这个，董参谋，到，赶快调试。是。送炭。周副主席和陈老总真是了解我们，这是两件宝啊。不是两件，是三件。 还有你，不知道从哪儿打来的黑枪，伤了哨兵。伤势怎么样？伤了不重。加强警戒。是。 你个小土匪啊！你跑得够快了，你说，我为什么偷吗？谁是小土匪？我是小石头。小石头，饿了吧？吃吧。你住哪儿啊？家里还有什么人？没家了，走哪儿住哪儿。 刚才吹口哨的是哪位长官？怎么了？你还会马语？你觉得行吗？那你知不知道那马是宝马？真的。我们家是两匹马，看不走眼，那马叫汗血宝马。小石头，干脆留下来给我养马算了。嗯，那你得管我饭。师长，我们十几个战士肚子疼，好像是中毒了。 怎么样？你是最大的官？啥东西？请你打开看看。 魏军初到此地，定会水土不服。
此药服下必解，银子不多，做上路的盘缠。师长，十九路军的人把咱们包围了。哪位是最高长官？有什么事儿你说就是了。我奉命通知你们，这里是十九路军的防区，请你们立即撤离。要是不撤呢？岳师长有令，如果在明天清晨之前你们还不离开，我们就不客气了。岳师长，是岳中夏。对，回去向你们师长报告，说彭雪枫要拜见他。还是彭雪枫，彭将军，依然是风采依旧啊。岳将军，没想到我们是用这种方式见面。老朋友来访，特意前来相迎。你的马在吃麦子。彭将军还是老样子。好，请。三百来人，百十条枪，啊！步入归边五步，我请示上峰，暂时委任你独立师副师长，仍受少将军衔，待日择机等他。怎么样？岳将军的美意，彭某愧不敢当。将军的最后通牒我已经收到了，不过。我们不会离开此地，我还要向将军借地，借地抗日。彭将军，就不要太难为我了。将军出身黄埔，骁勇善战，一二八淞沪会战，面对强敌，宁战死绝不退，英雄气概，举国称道。今天这是怎么了？不是本人，我的职责是日寇进犯我们的家园，如入无人之境，一个排的日本兵竟然可以统治一个县，三五个鬼子就敢肆意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贵部防区拥兵上万，竟然对鬼子的行径熟视无睹。作战用的电台里传送的是靡靡之音，一片歌舞升平。将军，请问责任安在？彭将军，你追车拦马，让岳某领略了将军的风采。好，现在我就借地方让你和日本人打一仗，但是期限仅为一周。若这一周内彭将军不打日本人，又没走，那我就打你。打了没打赢，又不肯离开，我也打你。
这里以端城为中心，驻扎着装备精良的池上旅团，加上伪军10000多人；以四皇桥为中心，驻扎着国民党岳中下独立师10000多人；以谭玉婷、刘成仁为代表的大小20几支地方武装也有近万人。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默认、共处的格局。参谋长，要我说，咱要打就先打那些下毒、打冷枪的土匪们，是吧？那20多股土匪，咱们先打谁？大伙看，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打谁呢？就打日本人。老百姓不欢迎我们，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现在还有真正的抗日队伍。大大小小的山大王不欢迎我们，岳中下不欢迎我们，那是因为他们怀疑我们是过来抢地盘的。总之一句话，所有人不欢迎我们，就是不相信还有真正抗日的队伍。所以这一仗不但要打，还要打好、打赢、打出影响。飞虎哥，你说师长那么大的官，怎么比我还懂马？鬼子进去了，走。金手拭いはきれいに消毒をすること、棚はきれいに整頓をすること、特に浴槽は高温で消毒をしろ。ここはお前たち人間の場所ではない、帝国軍人の使い方だ。分かったな。それともう一度言うぞ、明日、明後日、今日から我が本軍は命に生きる。お前らは早めに分かり、本軍に忠実に清潔に動け。誰であろうと死なずに手に入れるんじゃないぞ。任何支那人不许进入。宽吉军需库是时尚旅团的一个军需分库。日本人驻守了10来个小鬼子，后天晚上分2批轮流洗澡，到时候我带着人，趁着小鬼子正光着屁股洗澡的时候，冲进去干掉他们。我真听到军需库的电话，后天有一小队鬼子押军需给松平驻军，一早出发，天黑回来，我们可以消灭鬼子，截获物资。好，这个主意好。偷听小鬼子电话，你能听懂？这就是我说的第三件宝。从端城到宽吉军需库有几条路，鬼子从最近的路赶过来，
应该需要多长时间？从浴池到军需库有多远？端城呢？端城到浴池有多远？师长，您是要打小鬼子的军需库？必ず準備を済ませておきます。いらっしゃる長官のお名前は？あなたは？検査官の大石野さんだ。どうぞ。你们攻占军需库，必须在第一枪打响之后90分钟之内攻进去，并且撤出来。能够带走的物资全部带走，带不走的就地炸掉。是。周飞虎，你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消灭浴池的鬼子，然后迅速增援王大进。是。参谋长，把我们的地雷全部埋在端城到宽吉的公路上去，阻击敌人的援兵。这一仗的关键是，要速战速决，必须在90分钟之内结束所有战斗，否则，端城方向的鬼子援兵一旦及时赶到，我们是顶不住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就赌他这一把，值得。军需库去，是。清理战场，搬运物资，是。够快的，没有啥事了？有，跟着搬。掩护啊！该轮到我了。Thank you.
题了。你再别装了，我再装两下啊！别装了，两下。啊！鬼子哥，鬼子援兵已经到了，师长让你们马上撤离。我再装两下啊！小命儿可是人家火车头救的啊，还不都怪你，太贪心了。师长批评你了吧？人师长说的对，是咱自个儿不争气是吧？干什么呢？师长，我们跟他说话呢。说什么呢？周飞虎有情绪？没有，师长处分的对。哎，送你的。学習課か。単位くて流星人。閣下。これは明らかに大日本帝国に対する挑戦です。相手が誰であれ叩き潰しましょう。会是谁呢？不会是刚来的西子军干的吧？就他们那几杆破枪。大哥，日本人可别怀疑是咱们干的。谭玉婷、刘成仁，哼，难道真的是彭雪枫？师傅，日本人不会认为是我们干的吧？哦，我是说，他们不会报复我们吧？哎，师长，师长，嗯，回吧。不，你说过让我的，老何他说过让我的啊。哎哎，陈老何，你是说过说让了他？我是说过让他，我是让他想好再走，我没让他走错步，不能回去。师长，哎，你看看。嗯，好，这是我们来到豫皖苏第一期《拂晓报》的特刊。来，不能回去。咋回不的？这不是向世人宣布？这一仗是咱们打的吗？对呀。咦，我们要让豫皖苏的人民知道，让全国人民知道，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要让国民党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全都知道，日本人是可以战胜的。新英雄彭雪枫，新英雄は初めて我々に戦いを挑んだ部隊だ。そして彭雪枫は私に挑戦してきた最初の人間だ。あいつらはどんな部隊なんだ？そしてこいつはどんな人間なんだ？徹底的に調べろ。はいはい。大哥，是彭雪枫，彭雪枫干的。嗯。把池上的军火库来个连锅端，厉害啊！漂亮漂亮，好个彭雪枫啊！
大哥，大哥，什么事儿这么急啊？新四军的彭雪枫，请咱们去一趟。是不是要和咱们算打黑枪、下毒的账啊？我不去。让他来见我们。哎呀，彭将军大驾光临，我等有失远迎啊！请。好。其实雪峰率部来到此地的第一天，就已经受到了各位特别的关照啊。彭将军此言何意呀？打黑枪，下毒药，留盘缠送解药。谭先生是想考验我们的意志啊。不过这个解药还真是管用，这说明诸位拿我们当成自己兄弟。雪峰今日为此专程登门致谢。彭将军如此大度，善解人意，谭某钦佩呀。既是兄弟，登门拜访，焉有空手之礼？飞虎到，上礼。师长，他们不让进。谭先生，快请啊！请进来。谭某焉能无功受禄啊？这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来打鬼子的武器，不是禄。谭先生，请笑纳。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谭某定当厚报。来人，抬走。谭先生26岁当县长，爱民恤民，百姓称道。日寇攻陷城池，你变卖了自己的家产，率领弟兄们拉起抗日武装，值得钦佩。惭愧，惭愧呀。诸位都是各路抗日武装的首领，我们都是血性的中国男人，我们能看着小鬼子在咱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吗？雪峰今日率部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和你们和所有主张抗日的人一起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众弟兄愿追随新四军，不杀鬼子，我他妈就不是中国种。诸位仁兄，各路好汉，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举双手欢迎；不想加入，只要抗日，我们携手同心。彭雪枫就是来打鬼子的，这是第一仗。不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我宁愿战死沙场。雪枫不胜酒力，但今天能和诸位仁兄相识，十分痛快，我敬大家。换大碗，来啊！哟，给彭将军换大碗。是。请。干，各位，干了他！彭雪枫送您这把刀，什么意思？他送这礼物是想休我的呀。彭雪枫来这儿，他居然打败您日本人了。玉苏湾的局势就要发生变化了。大家叫什么名字？叫李二狗。参加了革命军队，改个名字怎么样？行。李二勇，这个名字响亮吧？好。
好，那就李二勇。李二勇同志，到下面领军装去吧。老彭，老彭。好，老何。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彭师长。彭师长，你好，你好。我们家对联是你写的吧？你们家的对联？老乡不在家，开门就犯法。那是你们家。对对对，那是我们家。你好，啊。我俩在南京读书，这是我同学，也是我未婚妻。我们正好看见你们的部队进村，彭师长，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纪律严明、有打日本鬼子的军队。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所以我俩决定参加新四军。对，欢迎你们。新四军非常需要你们这些既有文化又有爱国热情的青年，日后我一定要亲自为你们主持一场隆重的婚礼。这枪真他妈好使啊！刘大队长，啊，当上了新四军，感觉怎么样？好啊，有新衣服，还有新枪。哎，彭师长，这小鬼子的东西，他就是好。按照新四军的规定，我又给你配了一个政委，这样你们三大队的建制就齐了。小董，你好，董坤鹏。啊。哎，彭司令，政委都管啥呀？那我俩谁说了算呢？军事上以你为主，政委主要是负责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彭师长，彭师长，李廷兄，你好啊，大哥，你怎么来了？啊，有来无往非礼呀。今儿啊，兄弟特来助兴，给你送来十几匹战马。周飞虎，到，这下我们可以组建骑兵团了。我现在就任命你为骑兵团团长。团？就这几匹马？看来我这战马是送少了。哎，一点不少。马，鬼子那儿有的是，关键是要看他们的本事了。是。唐大哥啊，我看，要不然干脆你也加入新四军算了。师长，哎，老何。师长，啊，老何，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嗯，我想让你到地方去组建根据地政府。我想到了。趁热打铁，我们要尽快把抗日政权建立起来。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身为院门之后，愧对列祖列宗啊！在彭将军面前，愿我深感汗颜。当年本人投奔黄埔，就是为了在国家危亡时刻，能够沙场点兵，抗击外辱，护国为民。哼！可是如今，这不是将军的初衷。鄙人不问政治，为知军人，上命下行。但雪峰更旺，能与将军相呼相应，御武屈寇。彭将军，不管怎么样，我岳某绝不会帮日本人助纣为虐。先駆司令部はすでに
私の作戦案を許可した。ポンシェフォンの基盤が固まる前に足元を救い殲滅するんだ。日军的主力为中路，由段城出发，曹镇的两个大队为右路，王吉口一个大队一个中队为左路，同时向我们康村扑来。小鬼子够狠的，想把咱们一口吃掉，报宽基军火库之仇。那就再教训他们一次。抗日政权刚刚建立，饱经战火和贫困的根据地人民刚刚看到希望，所以我们这次反扫荡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好他们，要努力减小他们的损失和痛苦，不能让他们刚刚萌生的希望破灭。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这是中国军人的责任。何主席，转移的群众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何主席，你带领根据地政府机关和群众立即转移，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一个都不能漏下。告诉乡亲们，能带走的全部带走，带不走的坚壁清野，不给鬼子留下任何东西。王大进，走。你带领二大队保护帮助机关和群众转移。这次转移的路线是必经岳中下的防区，你们带上这个，如果岳中下不肯借路给我们，那就打过去。是。周飞虎，到。你带领一大队阻击牵制来自右路曹镇方向的敌人，要竭尽全力延缓他们与端城方向鬼子主力的汇合，抓住机会可以狠咬他一口，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是。左路王吉口方向的鬼子相对较弱，刘成仁，你带领三大队在王吉口到康庄之间的沟壑地带选择有利地形设伏，相机行事。是。参谋长，通知谭玉婷，要他支援配合刘成仁的三大队。好。你看这样可以吗？没问题，包到我身上。谁来断后？我和你在直属队断后。不行，那样太危险，我来断后。师长，不要争了，执行吧。这小鬼子弱，这不是拿老子当炮灰吗？弟兄们，都给我撤吧！不能撤，韩司令部队马上就到。我去你妈的！都给我撤！不能撤，不能撤！撤！弟兄们，撤！新四军刘成仁求见，请他进来。请。岳师长，岳师长，你这是？彭雪枫让我阻击日军主力，小鬼子火力实在太猛了，我根本顶不住。要不是我机灵，岳师长，彭雪枫是在借刀杀人呢。那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我是来投奔你的。出去，滚出去！于师长，走吧，走吧。刘大队长刘波，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哪儿啊？还能去哪儿？我他妈现在哪儿都去不了了。
人各有志，大路朝天，还有更好的地方。你是说日本？我什么都没说。交给你们岳师长。放心。乡亲们，赶快走啊！去，把这封信钉到树上。通知一大队、三大队撤出战斗，向预定地点转移。好，走。左と右からはなぜまだ来てないんだ。池上直樹。仁義にかければ必ず報いを受けるでありましょう。今あなたは刀を捨て帰るべき時ということを知りなさい。さもなくば必ずや自ら破滅を招くでしょう。新四軍ポンシェフォン。贵军放新四军通过防区，严重破坏了约定，伤害了皇军的感情，郑重警告，下不为例，否则后果自负。旅团司令，池上直树。哼，欺人太甚。喂，对，是我。在我防区放行的是老百姓，不是新四军。对，不是。是。报告。进来。战区急电。战区急电。对。不惜与新四军开战，立即将彭雪峰部驱逐出防区。君命如山，本人也是无能为力。啊，请看。这是一片人迹罕至、土地贫瘠之地，别说是日本人，就连土匪们都不屑一顾。就先委屈将军暂退到这个地方吧。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新しい情報です。彭雪芳と学習館の部隊が陳陽殿に到着したようです。陳陽殿、中国人に言わせれば猫の皮屋にもならん場所ですよ。そのうち自滅するだろう。
储备粮食都吃差不多了，这眼前地怎么能长出庄稼来？老百姓也解不开锅了，边区政府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何运主席为了筹军粮，都累倒了。各位，不得不向中央求援了。咱有困难都找中央，中央找谁呢？ 老何，好些吗？挺得住。你把马给卖了？权宜之计嘛。老何，我实地勘察过了，也查过了实质。庆阳店地区地势低洼，盐碱严重，轻则旱，雨则涝，只有修渠筑坝，推土造田，彻底改变土质，才能解决粮食的问题。这需要 我们军民合力开展生产运动，自给自足。好，我去组织部队。我去动员群众吧。哎，等等，我想把咱卖马换来的粮食，再多给乡亲们分一些，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先救急吧。小师长，小师长，你真把火车都卖了？卖了。 市长让我卖，我能不卖吗？市长摆对你好了，你良心让狗吃了，啊？你不知道那市长见着火车头比见着我还亲呢。你看那市长现在多难受，我真想揍你！我，飞虎哥，干啥？你跟我来。干啥？走。 小石头，啊，师长，我们哥俩看您太难受了，就让小石头把火车头给牵过来了。<笑>
吃吧，吃完了你还得回去。 大家鼓掌！来，大英雄，喝点水。来，接着干！谢谢啊！ 将军，请茶呢？好。彭师长，彭师长，乡亲们给你送功德杯来了。兴师重，彭师长，你们来了。强调这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为我们老百姓造福千秋万代哦。写得好，这是我们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刻到碑上，永志不忘。但后边还刻着你的名字，不要刻我的名字，要刻彭将军，一向可好啊？谭司令，这是哦，这叫物归原主。 彭将军，古时候勤穷落难卖马，如今彭将军卖马是为民解难。谭某曾在此为官一任，却未能造福一方。新四军来了，卖马换粮，修渠筑坝，治水造田。彭将军的德政有目共睹啊！这德政碑焉能不立？好，这德政碑。 一定要立，就刻新四军。好，彭将军，这些可都是我的全部家产，我把它捐献给新四军。谭某现在可是个地道的无产者了，不知彭师长可否给个安身之处啊？玉婷同志，你终于来了。 彭师长，孙先生，彭师长，这立碑大喜之，孙摩前来献酒祝贺呀！来，这还有副联子。打鬼子保家园，威震敌胆，修水渠，治盐碱，造福黎民。哎，这少个横批嘛。我看。 干脆叫做“军民同心”。好，军民同心。同志们，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我们在这儿为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举办庆功会。孙先生和陈先生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洋河酒和双沟酒都拿出来慰劳我们。同志们，这可是我们豫皖苏地区最好的酒啊！啊，来，我提议，大家共同把这碗军民同心酒干了。上次挖掘工地上我进了一碗水，今天我要进一碗酒，来干。别别，哪能让姑娘敬酒呢，是吧？这么的，我周飞虎相干为敬，我敬你，来干。孙老板那闺女不知来哪儿去了。嫁给我，你得嫁给我，我要娶你，玉莲，玉莲，玉莲，我要娶你，你得嫁给我，我就是要娶你。我要娶你，我喝多了，周团长，玉莲，周团长，你得嫁给我，喝多了，周团长，我爹，爹，爹，thank you.
周飞虎可是我们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呢。他为了我们沁园店的老百姓立下了汗马功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师长，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战场上戴罪立功。师长，饶了飞虎哥吧。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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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长。师长，乡亲们。师长，师长，请。乡亲们。乡亲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有铁的纪律。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到底立过多少次战功，军法无情。玉莲，师长，真精神。嗯，谢谢你。好，可以到卫生队去报到了。是。一年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百人发展到几万人，几经周折，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嘞，了不起啊！啊，在咱们新四军，创建了第一支骑兵团嘛，了不得哟。军长啊，平原游击战，骑兵就是一把利剑。哎，我听说你自称赛马无敌哦。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对手。口气不小嘛，敢不敢跟我比一比啊？好啊，好，前吧。军长的骑术不减当年呐。爱拍马屁，拜了就是拜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雪峰啊，你的建议中央已经批准了，毛主席十分重视嘞。这将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啊！哦，毛主席说了，彭雪峰。也可套起锋芒，跳出去吗？但是那样，我们就会失去精锐中原的最佳时机。军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赢。师长，啊，这是这期《拂晓报》的头版头条。马上拿去制版印刷，是要尽快把它撒到端城城内，要让池上成为第一个读者。是。諸君，今回のポンシュエフォンとの一戦はこの戦区における戦闘の一部に過ぎない。我々の任務は信濃の抵抗武装戦力を殲滅し、
八路軍と新四軍を叩き、加藤確保への戦略を成功に導くことだ。学中課は生かしておくと後で厄介です。我が新四軍は昔とは違い、兵力軍備ともに富み、軽率に我々に手を出す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どうしても我々に刃を向けるのならば、私はどんな代償を払ってでもあなた方と戦い抜く覚悟です。奴を甘く見ていたようだ。シナに来て以来初めての好敵手だ。不得以任何形式帮助新四军，否则军法论处。看来这次日本人是下决心要消灭新四军了。委员长也下了决心，也消除了我们的后患。准备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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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出发！出发！閣下，前方は危険すぎます。我々指揮者は後方にいるべきです。これが私のやり方だ。摆开决战的架势，把部队尽量暴露给池上。师长，这太危险，赶快回指挥部。我在哪儿哪儿就是指挥部。明らかに本州本の主力部隊です。我々と最終決戦をするつもりですね。戦闘隊形に入らせろ。準備でき次第突撃しろ。はい。师长，鬼子营已全部进入攻击地带了。都进来了吗？都进来了。土炮准备好了吗？土炮全部进入战斗状态。咱这啥打法啊？鬼子没上来哪里跑啊？不懂了吧？啊，这叫钓鱼战术。我们牵住池上，让他老老实实跟着我们走，让他离沙场越远越好，坚持到天黑。本州方面手を出してこない。奴は何のつもりだ？左将、探長、異常ありません。嗯？閣下、引き続き。前進しますか。是啊，鬼子突然停止不前。你带着骑兵到鬼子侧面去打一下，打了就走，不要连战。是。我们走。我軍は彭雪峰の騎馬隊による猛攻にさらされています。閣下。攻撃。攻撃。
本社フォンの動向に最新の注意を払え。はい。参谋长，你带四团立即出发，经过岳中下的防区，到端城城外去设伏待命。是。王大进，走。你带二团、三团，甩掉一切包袱，带足了弹药，以最快的速度直奔沙城，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拿下沙城。沙城是池上旅团的中心军火库，拿下它，我们就可以让池上有枪无弹，同时这些武器也可以成为我们经略中原的战略保证。这将是一场恶战。师长，应该我去。去吧。不，我们必须让池上感觉到我们的主力还在这儿。通知部队以排为单位燃起篝火，升起炊烟。就这样决定了，执行吧。佐助を包囲、佐助が支援を求めています。何だと？そんなバカな。佐助は我々にとって最大の軍事倉庫です。新四軍の手に渡してはいけません。援軍をすぐに支援を送りましょう。これがフォンシェフォンのやり方か。你带骑兵团从侧面袭击日军，声势越大越好，打了就跑，然后以最快速度直奔沙场支援王大进。记着，你和王大进必须在天亮之前拿下沙城。只要我活着，你必须给我活着。是。这彭雪枫把部队集结到我们的周围，他要干什么呀？放心，师座，上面三令五申，你这是抗命啊！放行。佐助陥落寸前，すぐに支援を求めています。ポンシェフォンの騎馬隊が側面より攻撃してきました。ポンシェフォンの騎馬隊、これが奴の主力だ。丹城にいる藤井を今すぐに佐城に向かわせろ。それでは丹城が空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フォンシェフォンの主力は佐城、そして我々の目の前にいる。奴にはもう丹城に向かわせる兵は残ってはいない。いるとしても学中家のいる防衛区には行かないだろう。ポンシェフォン。おい。是池上。师长，端城日军已出城。命令参谋长占领端城。是。撤出战场，向沙城运动。报告，电报です。新四軍が丹城を占領しました。
何かか丹城に戻るぞ。はい。通知参谋长，撤离端城，驰援沙城。是。命令部队跑步前进。狡兔三窟，我投靠日本人也是为了给咱哥俩留条后路啊。大哥，私の負けだ。